路已经八到八了嘞，竟然让人栽头真高，好下一个叫好老爷迫害，是咱运气歹，还是阮爸家咧单刀时即摆咧行大运？恁是怎啊算的？咱也无算着迄个孙八海，小老家点头油。是啥？叫个这凄惨？是瑞安，你先坐了。你搞不啥？我哪来通过？那是饮用水啦。什么饮用水？我那感觉啦，小姑姑的油。你赶快陪家姐落来。饮用水的作用就是会当将我在你身上那条纹给逼出来。本来讲我是无确定。阿姆哥哦，看你痛苦安尼，应该是无唔对啦。看起来，外魂要脱离你的肉体啊！哈哈，我一直咧替你擦脚床，不然想讲用正牌罗家帮拍一个滚，哦，罗在兴倒。阿姆哥今仔日当事会跟证明，你就是一个世界能无放鸡赛乌。笨啊！无一点仔路用，我娶你根本就是白了米。亲像你这款高背上病的烂头，我老李阁有啥物路用？爸，哪会变到这灵活？就讲一个，李阳。啊，无你继续讲，我娶你。在做神书，千日做船，一日过江。无猜我这么用心栽培你，结果你这个无路用的，你找什么回来？回无啊？你搁惹什么麻烦来我？我敢说出来哦，讲什么？以我心胸，逼出一条痕，我心里无啥感觉。无路用，无感觉是。好，我就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害怕，害怕！山无惊，海无惊，都无惊。在地家土瓦分片毁不命，我的分片总算搞不定来啊！现在怎样做了？我魂飞，那不会回来，还是到哪去啊？这个人，敢真正是我那个上挚爱、上温柔的爸爸？这根本就是恶魔，是怪物。天一回，家己分辨都管袂着的，问我是有我是无我，还是同款，白甲拖拖拖！你敢讲伊？你是个无路用的，了尾仔囝，除了出一支嘴，阁会当创啥？我今仔变甲安尼，唔是你做事吗？我看罗在兴哦，无愿意回收你这个。亲戚后生，因为啊，你比笨手，更加笨手，完全无回收利用的价值。你这种卡小，永远比袂过单中志，也永远无到你罗在兴的心。
鸟啊！有人，你的事还没搞是吗？谁干的？咱路头路尾，绝对会对。啊，李安诺。有够妖秀，一个笨煞，竟然敢甲我创敌，我魂根本就无法度回来。不过不要紧，一个六点哦，伫咧我手头啊，到时阵啊，我叫王东，伊就甲王西，这条线我就吐回来，甲伊搞断皮哦，做一届甲拔掉。爸，看你安尼满摆冤仇，你敢果是我心目中迄个好爸爸？江都城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少年啊！你这个死老妖犊啊！你唔那是毁掉我的一生，佮别我反背所有人！你害我甲杨芳，无甲是一个笑话。杨新一平，我嘛无法度倒转起来。上头了无打击的，嘛害我无法度在阮爸面头前徛起。一笔账。我一定要找你讨得真爱，听到没有？你要跟我作证哦！哇！罗瑞安若无在迄个老妖堆性命，无重生，得着阮爸爸的认同。我就当作从来拢捌在这世间出现过，那么我过去试试啊！哎，啊，你个车啊，昨日起酒笑是无哈？酒干那乌白乱弹，啊，肯定那是要安怎？我昨就该陪倒去啊！我无就控制啊！你快啊！快听到没啊？可能哦，是听到没啊？都看袂落去啊！因为这配他啦，做歹代志做伤多啊，所以才派我来跟。提醒，给你吓下子，知无？你走！你个！我话还未讲煞，你是要走去倒位？妈，你啥啦？你想嘛哩？来啊！为啥也无你惊？来啊！不过哦，是一个酒空的啊，阁好意思穿什么本少爷？不过哦，是一颗咸鱼，加做沙司米啊！来啊，甲伊拍做瓦沙米！啊！今仔日是有路咧打人，救命！啊！是瑞安的。来变到这两倍啦！嗯，爸，你
真在拄好，天桥啊，伊规个皮蛋啊要找我麻烦，唔肯帮我刷。罗瑞，你即摆应该找的人是你的客伯江道生。你找阿伯要创啥？你不是有讲，你真冤枉阿伯大细心，对你这后生无公平。我呛声讲，阿伯来对待你，以后一定后悔。小我路头路尾所拄到，拢当作无识识。爸，莫有冲杂西人啊！你听我讲啊，我甲江道生在伫挑破面啊！我之前做出阿弟某的代志，那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啊！因为我尸骨内面有一条江道生的魂，我真系无想控制啊！你讲啥？你尸骨内面有江道生的一条魂？你爱相信我，我绝对无骗你啊！拢是张超燕阿公的闭鬼闭怪，你毁掉我的人生。阿哥，你一条魂片，想到早点我身躯顶作怪，我家己都唔知影，我唔知我鬼脚在行。所以讲，我阿公迄条魂已经收转去啊。我不确定啦，用盐用水搞破，用刀把一间把我扒，你也不得，都是要将伊魂扒到转去身躯顶。结果伊条魂，我唔知影，我会飞到转去无？我等伊个机会，我就紧走啊！不怪啊，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即摆江道生已经放弃你啊，因为你无替伊个用心摕落来，而且伊佫将伊魂收到转去，所以伊才甲阿伯忏悔认错。罗瑞安，你真正足够顺风使船的呢，爸。我拜托你了，你莫安尼对待我好不好？我之前做遐伤害你的代志，真正拢是受着江东新的影响才安尼。爸，我真正想要多疼下邻居的爸爸，我真正想要多疼下老家。因为我真是真真正正老家后生，所以你应该认我，你哪会去认伊个假罗家风？我会继续，保证我为你求查我的亲情。看起来哦，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啦。不管江道生的魂是不是有在你的身上。你赶快这款态度啊！啊，你永远就无唔对啦，永远就是别人唔对啦。哪呢哦？我甘愿哦，唔捌生过你这个后生啦。爸，咁真正要结束不久。我捌讲过啊，我的苦衷，你啥唔去相信我诶？这是你逼我诶。我无其他的选择。黑油啊，弟弟遐麻烦你扣一下。爸爸，现在我叔叔好拢听恁的，结果呢，我得着啥？阮爸唔肯认我，黑油啊，赶紧走！没有，没救！我连这个后生都无想要挃啊！黑油啊，是算啥？